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英，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是你？是你？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伯爵。嗯。都准备好了，伯爵。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见应郑雅书和林小将。明白。小林科长，请，这边。嗯，您请，请坐。拜。你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是，弃暗投明。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哦，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嗯，来。团长，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请他进来。是。进去吧。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沪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透个气。原来如此啊。陈阁下一定要保密。谁的小船？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儿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有人袭击公馆，我们保护您和夫人马上撤离。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喂，我来了。他来了。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是。是，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你二位藏在桌后守在桌子后面，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其他人，听动静好像是没有。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是的，你是军统。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你就是猎鹰暗杀队？是的。你要杀我？你不该死吗？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这一点就足够。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
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说吧，说什么？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进京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是这样，兄弟，我该说的，我求求你，放我一马吧。刚刚你说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几场战争不死人的？这件事情不是失去了理性，那不是偶然事情。苏文辉这场是和海军在对接进入上海，就非常严密了。见过我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什么是你不能做的？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李志群，夫人节哀。李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
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李主任呢？在公馆。踏下脚印，是。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是这样。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就这样，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翰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很不幸，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李主任，老胡，怎么回事？出大事了！特高课的小林园课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月朝会舞厅。什么？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你快去看看。走。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是是。可袁天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
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三个月，沙海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力之所待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给予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袁田长官，我能说两句吗？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10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4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七八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
侵占海地龙，剑破人间不平事，剑后剑后一生渡寒山，阴阳在酒长空里，成。